妙手医生权威专家健康科普。为何伴侣就一方有尖锐湿疣？李新春，主治医师，南京优家病毒疣医学研究所皮肤性病科。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，女方的症状非常严重，但是男方就是没有疣体，甚至我们给他做尿道分泌物的检查，有可能 HPV 病毒都查不到。即使查到了 HPV 病毒的 DV 分型，但是他就是会没有症状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通过两方面来进行讲解。第一是全身情况，第二是局部环境。全身情况很好理解，患者他身体强壮，身体抵抗力强，有病毒侵犯，他的机体免疫力可以将其抑制，使其不发病。病毒是自然而然通过免疫系统就将杀灭了，不再发病。再有一个就是局部环境，它的局部环境没有其他的炎症感染，长期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环境，病毒不容易附着，所以说也有可能不发病。